大高速就是这样。 那边就差过来是一样的，那边还远绕远一点。你也想想，那个花山那条花都大道是斜着上那边向北的走嘛，对吧？你这边我们就一直就他要绕到这条路，我们直接就从这头直接就过来了嘛，没有斜过来嘛，我们就相当于左转过来了，是吧？
仁和，这怎么到仁和泰城那边去了没有？八往高速跟仁和泰城还隔的，还隔好远呢。这泰城在这边这条路上，啊、我们在这条路上。是啊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两条平行的路啊，嗯、怎么会绕到那儿呢？那离那还是好远。那个附近嘛，就在那里嘛。这还在机场呢，那在机场这边。是啊。店里直接下高速就到了，但是他为什么在店里下高速？没关系，提前下高速，按照他的来。这条高速是最好走的，没车。
后面大奔跳，然后我到了。没有，他这个车在拉手没刹住车。不是，他拉手刹的时候，他那个中间有断档，吓得他跳，不打喇叭。手刹的时候，电子手刹它有点小问题，它在切换的时候中间会空一下。谁给他钱？是啊，我们纳税人的钱就这样乱花掉了。就算是给他打农药，下雨也不可以打农药，是吧？打了农药不是被雨淋走了？
叫白狗子，知道什么叫白狗子吗？抗日神剧里面叫白狗子，是吧？你看这类人叫做白狗子。